专心吗？因为我觉得你电力太强了，这样子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会不太专心做节目。因为今天，那你拖哦哦。OK， 现场有很多朋友呢，就直接跟这个 Kenji 在这边聊起来了哈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跟 Kenji 聊天的话呢，可以透过我们的 SMS 打上 NIC 空一格，然后呢传送到32733、32733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你的问题呢，Kenji 在现场呢也会看得到的，好不好？那谢谢所有的朋友啦。还有呢，就是今天这一次来到我们槟城呢，准备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表演带给槟城的朋友？明天会有一些表演，是当然会唱《为你写诗》，然后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够来现场一起唱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刚刚唱得很好。然后还有一部分呢，会跟光良一起合作。哦，明天会跟光良，因为我有写一首歌。第一次跟光良一起同台吗？算第一次一起做一个，因为我们还会一起弹奏乐器，然后一起合唱。OK。好厉害 ，OK， 好期待。希望到时候能够让大家就是有一些惊艳的表现。OK， 好。那最近你都是很勤劳，就是在可能是锻炼自己，给那个演唱会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最近在开始在做一些准备，对。OK， 那准备包括了什么东西？准备当然包括健身啊，然后跑步啊。但是你今天穿到这样，我真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成绩。没错，因为还在准备，还在准备。他们竟然说是咯。对。没有，他们是关心你啦，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实在是太热的关系了。我了解，我了解 ，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反正他会把一切都交给明天啦 ，OK。明天你来现场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到 Kenji 锻炼。因为明天要唱比较多的歌，所以会比较热。对，那时候拖才对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，上一上我们的资讯，谢谢。现场各位朋友请注意，因为呢我现场还剩下两张的 VVIP。 等一下 OK。 今天听说你的飞机签错了。对，今天驸马航来，结果那个飞机突然停止，所以害我等很晚，所以今天才会戴帽子，然后戴眼镜。真的？对，要不然有时间整理，可是今天你知道完全来不及。OK 啊，你现在都很齐全啊。来 OK， 来看一下。OK， 没有什么漏掉，放心。对对对。对。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，每一次啊，我都在想啊，歌手因为每次都跑这个脱口秀嘛。就是跑来跑去飞来飞去，其实歌手的身上、啊、有没有带钱包？钱包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带钱包？我自己有带钱包，可是里面没有钱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因为而且我今天才刚叫钱包，因为我放在我的袋子里面了，然后因为我要拿东西出来，就拿出来之后，就突然有一个马来的朋友。然后就过来跟我讲说你的钱包掉了，掉在路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而且已经过了十分钟了，他拿过来用。他认得你哦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善心，很有善心，而且很善良。哦。对，因为他好像靠在那写的，可他好像是看里面的那个身份证 ID， 然后看照片，然后就 OK， 然后就过来拿给我。OK， 你看马来西亚人多爱你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在考虑马来西亚当第二个家，这样子，我们在推出这边的计划。可以在那边娶老婆的。真的吗？现场的朋友。真的上半部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们要不要排队一下？等下我们来一个招亲大赛哦。马上就可以可以做擂台哦 ，OK。好，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回到直播的这个现场了。我们听一听阿嫂的声音。究竟咩原因合利率 compound interest 咧？佢就回巢包括咗原有投资额加上年利率回巢，然之后再投资所得翻嚟嘅回报。例如原有投资嘅$1,000，年利率10%嘅话，第一年结数就会有$1,100，再投资第二年结数就有$1,210嘅。而
果由1000蚊开始，直接投资40蚊到退休嘅时候，你至少可以赚取45000蚊以上嘅回报。所以专家建议你即日开始投资啦。即零财务投资小的士，由邦 DDS 特别醒你，邦 DDS 你嘅亚洲财专家。之后变老。7月14号到25号，星期一至五上午11:50，由 Sabine Hailuwa为你呈现卓巴金鱼情报站。回答几道问题，你就有机会领取优森护肤产品。全球 Hailuwa 我有名字优森。卓巴巴关心你所关心，相信你所相信，陪你一起锻炼耐心。我是 Elva 萧亚轩。全球好赖户外直播，又回到来了我们全球好赖户外直播。那在现场谢谢所有的朋友陆陆续续的站着很久支持我们，我们这个直播呢会到晚上的11点钟。那在现场呢我们有 Kenji 吴克群。 Hello 大家好。好，刚刚呢就跟 Kenji 聊了一下，就说艺人有没有带钱包。 OK， 那他说他自己有带钱包，但是包包里面是没有钱的。OK， 那如果你们走到路上，突然间就是想买一下衣、想吃东西怎么办？会有这样子的吗？还是上厕所然后需要零钱？大部分因为台湾上厕所不用零钱。那马来西亚要啊，有些地方。对，反正我都公司人会陪我。哦。对，只是公司人，假如是女生就比较麻烦。好。对，他们会先给我零钱，然后让我们去上厕所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艺人很可怜的，要拿零钱去上厕所。Oh my god。OK， 然后天局呢今天在现场呢也要挑战我们现场的一些朋友，因为我们将会送出这个 VVIP 的入场券。好 ，OK， 这 VVIP 就是跟我们唱片公司啦，我们988的高层呢，更大的老板一起做 ，OK， 来欣赏我们这个712全球皇冠音乐派对的。那天局刚才我看你苦思了很久，OK， 就是想一个办法来折磨这个槟城的朋友。一定要折磨的。对，因为很难，你知道吗？这张票是我们私人的，原本是我们爸爸妈妈做的，真的，我们把它送出